喝喝看哦。我喝过了，你喝喝看这个，这个是酸酸的柠檬。好酸哦！这是臭蚊子，走开！臭蚊子。这是什么？真有味、啊。这个真有味是长这样。这个鸡腿要谁用？那等一下还给老板就好了。是你的鼻子啊！真有味。哎，那个是什么？那个是气球哎。很厉害。气球做一个青菜在那边。嗯，那边有一个大气球。外观那边有那个电风扇。太好吃啦！等一下我回去办公室那个沙发睡觉，去睡那个香肠，你还记得吗？